早晨，早晨，今天是第三天，我们在伦敦，现在是早上八点，八点半，今天是大概一度或者零度，零度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 Trafalgar Square， 走路过去 Trafalgar Square。一日八扣嘛，系啊，搭火车啦，唔好行路啦。哇，依家零度，哇，嗰、那个引条裤好似系甩出嚟啊！啊，哦，呢度嘅人唔中意揽裤头带嘅。OK， 我哋依家行路去呢个 Leicester Square 嘅 Metro。哦、oh, check 錯啲。如果行路咧九分鐘，我行。行啦，九分鐘唔係話一下啫嘛。走路九分鐘，你琴日冇講呢個花嗎？係啊，呢個花哦，幾靚哦。咁我哋依家係去 Trafalgar Square， 好出名啊，其中一個景點啊。诶，朝早依家八点半啦，成条街都静静嘅。有啦，有啲又开始。我哋喺嗰个 homestay 瞓觉嗰度咧，听到到到夜晚凌晨三点都仲有人讲话噶。系啊，佢哋嘅铺头通常呢度系开到深夜嘅，嗰啲酒吧啊。系啊。系咧，有啲 restaurant 都开到深夜。系啊，太多酒吧咗啊！哎、好彩我买了一支红酒在个壁，冻我头顶唔顺，又拿出嚟怼。呢度咧，你要买嗰啲经济嘅嘢，一定去 Sainsbury， 一支细细支嘅红酒咁样嘅啫，啊两磅啊，啊啱啊，电话亭冇人影啊，快啲啊！我唔爱我呢一只咁乸杂。哪吒先有藝術啊嘛，做咩啲腳車冧曬嘅？風 ，OK， 依家依度就係叫 Leicester Square 啦。我哋打算行路啦，去 Trafalgar Square， 因為唔係好遠，所以我哋穿過依個 Leicester Square。哇！依座樓好靚喎。在这里我都看过人来 share， 有看过人来 share， 这里很多人的心的时候。Get ready for Christmas 的 market。 哦，很多人的这个 street 啊，满晒人的，真的。喺呢個位置啊！哦，嗰啲大明星係嚟呢度開，好似有首演。呢個 casino 嚟啊！哇！呢度 OK 啊，影翻张相先。呢度好靓，呢度好靓。哇！啲雀仔飞上嚟啊！
我依家我哋已经到咗呢个 Trafalgar Square 啊，你睇，呢个就系嗰个 Trafalgar Square 嘅 iconic statue 啊。呢度咧有一个 National Gallery， 呢个系 National Gallery 啊。有几个喷水池嘅喎。你行落去睇下，我哋呢个有咩历史啊？我哋睇下先。嗰度有两个 statue， 一个大人，一个细佬哥嘅。哇，真系好高喎、啊！呢、這个影下相。Thank you.
家我哋呢度食麦当啦，一半系食麦当啦，另外一半咧其实系借厕所用嘅，因为呢度系英国佬咧，可能系被污染咗啦，你嘅思想，佢哋会借厕所俾你用噶，如果你唔帮衬佢，哇！呢个杯咁靓嘅 ，Christmas theme 喎，呢个杯，睇几靓哦 ，colorful 哦。我哋本地都冇卡勒啊！啊，好食啊！OK， 食完麦啲，依家我哋系准备去 British Museum。OK， please the coin here。Yeah。OK。我哋终于到呢个 British Museum 啦。今日天气真系冻啊，冻过琴日啦。都系唔戴手套咧，个手好似系硬系硬咁啊。呢个就是 British Museum 啦，右手边。哇，好多人啊！我梗系多人啦，免费嘅嘢点会唔多人啦？好似琴日咁样喺嗰个皇宫。啊，等阵先。哇 ，Rolls Royce 的士啊！喺嗰度入。在前门口那些搵食那些啊。终于现在到了 British Museum 入面了，哇，这里你看司令顶真的很漂亮啊。咁样样嘅司令顶，呢个 British Museum 咧系唔使钱嘅，所以咧佢入到嗰度咧系挤个箱叫你捐 £5 俾佢，如果你 generous enough。我肯定啊！呢度好多嘢都有得卖啊！仲未入去睇嘅，等先入去睇。呢度有好多书俾你睇嘅。我呢度啲书真系好平哦，咁大本啊，只系£15嘅啫，所以 OK 嘅，可以慢慢睇下嘅，有时间唔会好贵哦。如果系真系攞嚟 convert to 马来西亚嘅 currency 啊！这个这个没写价钱，这里呢 很特别性，就是这个屋顶这么圆圆的成个屋顶，你走啊，你走这里先，走这里先啊，这里呢看那些人进去那里，很多不同的，又看不同的东西，呢度是 Egypt， 所以不需要去 Egypt 咗咯，呢度有得睇。Egyptian sculpture， 哇！呢个真系仲耐哦，
幾千年前或者三千年前啊。Thank you.
行完 British Museum 咧，真係睇唔曬啊啲嘢，所以睇我咧，行咗兩粒鐘都睇唔曬，所以而家出嚟對面呢度附近咧揾嘢食，真係太多嘢睇喎。啊，什麼咧係最抵嘅？最抵唔使錢嘅 admission， 不過有時間可以慢慢睇嘅。啊，依度係出咗名食 fish and chip 嘅。韓國人開嘅喎，韓國人開嘅，又有嗰個韓國酒雞食啊！啊，咁話嗌咗一個阿薩希啤酒嚟飲啊！嚟到呢啲咁凍咁凍嘅天氣，一定要飲啲酒先得啊！如果唔係咧，頂唔到啊身體。Fish and chip 嚟睇下，哇！你睇下佢長度超過八寸，有一尺長啊 ，one feet long， 係噶，長一尺啦，一尺啱啱好，係咩？長過一尺啊？一尺係咁啫嘛，唔係，你得啲啊？我梗係知啦，我個手我平時度咗嚟噶嘛，我做工度噶嘛，一尺啊，跟住呢個係咩嘢啊？我係Boneless chicken Korean style 是不好吗？好吃啊。